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领扎比同学来体验一下在中国坐高铁是什么感受。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去哪儿？我们今天是去本溪。那我们赶紧去买票吧。别着急，其实啊，昨天晚上我已经在网上买好票了。是吗？今天其实我们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乘站。这么神奇吗？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哇，好。外国乘客可以凭护照在窗口领取火车票。这个是我的火车票，都买好了。中国乘客可在自助取票机处凭身份证领取纸质车票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已经取到票啦，可以出发啦。持护照验票进站并接受安全检查。候车区乘客提供座椅和按摩座椅。还有商店、卫生间等，为旅客提供了方便。如果饿了，还有快餐提供餐饮服务。候车室的大屏幕可以看到车次信息，根据乘坐的车辆到指定检票口等候检票上车，凭身份证或护照检票乘车。上车后，凭票上的座位信息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将行李放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。车头车尾有饮水机、洗手池和卫生间，方便乘客使用。车上售卖零食和饮料。列车中部车厢是餐车，也可以到餐车就餐或购买食物。我们现在看外面的景色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挺好的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，哎，真的挺快的。对，其实挺快的，而且现在我们是刚刚发车，所以速度比较慢。现在刚刚发车的话，大概就是二三十公里。当这个车真的运行开的时候，大概时速能到200多公里，因为我们坐的是高铁。对，在中国就是 D 开头的车和 G 开头的车是最快的。G 就是高铁的那个高，对，然后 D 就是动车的意思，然后高铁的时速会更高一些。嗯，你看现在是秋天，就是。我们现在往这边本溪走的话，它的山路比较多。你看起这个车，你之前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有小桌子，这样的。对，然后这个你可以放东西，这个是放吃的。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线路它也就是王雪阳开的一辆车，但我没有去赏那么远，我们去的是本溪。本溪你之前去过吗？去过一次了。嗯，之前是干嘛？就是旅游。哦，我都没去本溪旅游过。我看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往广州那边去，然后就去是北京啊、上海这样的地方。我一直想去，但是没有时间。你没有时间？我太忙了。你都在干嘛？学习啊，每天学习看书。那你寒假、暑假的时候呢？不知道。有时候我想去，但是也觉得太远了。嗯，其实还好。你看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到北京，坐高铁的话，从沈阳到北京2个小时就到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哪都觉得特别的远。我们那个时候，比如说我去北京，你猜我要坐多久的火车？
一天吗？对，真的需要一天。就是我是买那种卧铺，就是躺着的那种，不知道你见没见过，就是它是底下一层，中间一层，上面一层这样的。因为我以前在北京上学，所以我上学的那会儿我们都是买火车票就是才能到，而且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去火车站排队买票。比如说你知道中国的春节吗？还有十一国庆节，就是完全买不到票，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排队在外面。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花钱找别人买票，比如说这个票是200块钱，找黄牛，价100块钱，就是300块钱卖给我这样，因为他提前排队买票。比如说这个票是早上7点卖，那那个人可能就是晚上12点就在那坐着等，就是为了买那个票这样的，就是在中国会有这个情况。对，然后之前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同学也一起晚上去排队去买的买火车票，都很辛苦的。但是现在就很方便，最开始是自己买票，然后后面是用电话订票，然后现在开始就是网上订票，而且也不用取那个纸质的票了，就是我现在是直接刷身份证，然后刷脸就可以进站了，就非常快。比如说像你早上9点的火车，其实你8:40，如果这个火车站不是特别大的话，来的话完全可以，因为检票和进站大概就是10分钟的时间，完全是 OK 的。对，现在我感觉我就很喜欢出去玩，因为觉得坐火车呀、坐高铁、坐飞机这些交通方式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然后我坐高铁比较多一些，因为可能相比于机场，它安检的时间比较长，它会去的早一些。但是坐高铁，我不用来的那么早，我直接到了火车站，我检了票，我就可以进去。而且在中国的高铁是非常准时的，就很少会发生有晚点的情况。比如这个车，9:10，它通常就是会9:10到，最多就是晚1分钟、2分钟这样的。所以，我觉得坐高铁还是时间上比较有保障。正好也能看外面的。对呀、看现在就是秋天了嘛，对，一路的景色都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下车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本溪了。大斌，你看，其实这个就是我给你说的，就是比较早的那种绿皮火车。你看这个是硬卧车，就是这个窗户，你看，它这个窗户它其实是可以拉开的。能拔开啊？对对对，你看，这种是可以拔开的，这个是老式的。像我们刚才坐的那种，它那个窗户都是固定的。对，这个车它就比较慢，你看它的这个车次号，这个、就是一个慢的车。那现在还用吗？用啊，就是有的地方还是比较慢。你看它这个限速，我们那个车是200多公里，这个车我们看这边它写的是，对对对，它是120公里的，就是比较慢的火车。嘉宾，我们现在已经出站了，现在我们到了本溪站。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换乘的话，这边是客运站，然后前边的那边是公交站，然后我们出去的话，那边有一个出租车的等候的地方。对，其实换乘还是挺方便的。